机械故障啊，刹车造成过热、啊。10:50，接到情指中心来电啊，说在瑞冈大桥啊，往那鹤冈的方向啊，有一台板车起火。啊，我们迅速出动啊，到达现场啊，发现板车的右后轮起火，哦，于是就布线，哦，一线两条啊，消极扑灭。啊，其他的责任我们就交给那个警方去调查。第一可能是那个察觉到有异样，啊，轮胎因为烧起来冒烟，哦，大概是这个情形啊。我们到现场的状况也是这样，它就是右后轮起火，因为它是塑胶啊，哈，那个黑烟很大。哦，所幸没有人员伤亡，然后我们到这里，然后那个司机都已经逃出那个驾驶座了哈，我们顺利的把它扑灭。嗯，哎，好，那队长有办法讲，就是我们今天带多少的弟兄来做这个救援工作吗？好 ，OK， 好，我们分队啊，一共啊出动了3车6人，哦，到达现场进行抢救。好，谢谢。